絕唱胡家十八拍，是講阿左賢王同阿蔡文姬的故事嘅。咁左賢王咧係阿陳樹新先生飾演嘅，蔡文姬咧就係小芙蓉小姐。我哋有請兩位。斩了路啊！
长安提飞中啊，又言马不快于风，一字闻鸡归汉来。万种啊，千里情牵，连一密码啊，不尽春宵梦里风啊，问他抱病。写篇章啊，啦啊啊啊啊！不辞雪拥雁门，来为娇妻苦痛啊啊啊！哦。文姬，左燕王，文姬，啦，文姬。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，成都的一艰难会更难啊，手相看知悲梦啊，心不采眼，盼相见金毛雪霜冻。轻拭泪眼，泪眼梦暗红。惊惜妻房，一时得病痛。见你心啊思重重，只轻诉知我左燕王，与闻那机又戚相共，能否一诉隐重？敢入奔痛啊，好病故我有
长心底无限痛，因心自我爱夫妻，更也长嗟离别怨，当可知夫君心里亦是万千愁，谁恨也无穷，天何太狠，难不愿分那悲痛。
有琴瑟孖火鞋，膝下娇娇艳，膝下娇艳，长是凤啊。文姬，我知道你为曹丞相撰写完后汉传，既然要他了却心头之愿，正而归户返家，天伦重聚啊！重聚天伦，文姬，你意下如何呢？此话何解啊？
是否迎你归河，直接到时冬至啊？正是，此正守节，尽诚啊！当日你归鸿住户，已将此恩歌颂，缘由天定，我当量你负重。哦，多谢阎王，当年放心啦，虽断夫妻情，犹存儿女爱。为觅贤良孝母，莫教虐待情空。我早已誓不重婚，儿女何来孝母文姬啊，你且多保重啊！你莫再忧虑重重天啊，天啊！你可否见怜，能使董志军放文姬归我呢？定寻名医遍天下，当可就其功。迟啦、啊！人世难留，只有云翠居家东。哎否，我心的决衷，愿江风自玉凤太空。我以白绫饰月，妻你安心长食啦。再逢悲却悲也是情妙，难服众。阎王，我别无多年，面望无云，此地此时，你能否为我吹奏胡笳，赠我以安魂之曲呢？好、文姬，你听下，胡笳舞动，木马悲鸣，你随我回家去吧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
文奇啊，晴天光下剑马刀锋天啊，斩却情丝似断啊梦，文奇忍看白绫上血，长作战来生当作下半花长烟红。